这个 Coinchain 远银黑皮卡新屋首刷600拿到的蛮干脆的。对，没有错，因为那个远东银行，我这次也觉得很意外，就是为什么他的那个新户里，好，很多人都是直接就是认刷300块钱嘛，然后没多久他那个600块的刷卡金就回馈进账，好多人都跟我反映他们的速度好快，大概一周内就入账，所以我个人觉得说非常的，他们非常的就是那个整个速度非常的快哈，就是还不错。像有些银行，他可能就要等2-3个月哈，然后你的那个新户里才会进来，就是非常的，对啊，就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及时这样子，对。